今天李书记马省长又专程来澳举行高层会晤，体现了粤澳合作的务实和高效。在深入的学习习主席讲话精神后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已经透过2019年的施政报告进一步的明确产业适度多元的方向，强化了支持的政策。同时我们也在研究部署透过区域合作作为产业适度多元的发展腹地，有了广东的支持，我们对于加强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，共同建设粤澳大湾区充满了信心。这一次呢，我和马兴瑞省长啊带队来澳门，主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就深化广东和澳门的合作，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深入的交流对接。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，广东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重中之重，举全省之力推进建设。我们将在更高水平上深化与港澳的互利合作。